时光倒回到1963年，费里保时捷先生环顾周边那些车，他发现找不到自己的梦想之车，于是他决定自己造一台。从901到992，从风冷到水冷，从斯图加特到纽博格林，每台保时捷911都有太多故事可讲。 如今，第8代911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大，电子配置越来越多，但是后知后觉的执念、水平对峙的坚持、青蛙王子的外观，这些都没有改变。1000个人心中有1000台 dream car， 我的 dream car 是911R， 但是到了真正掏钱买的时候，我最有可能买的 就是这一台保时捷911Carrera S。因为理智告诉我，我并不需要一台赛车，我真正需要的是一台每天都能开的小跑车。更关键的是，摆摊挣钱也不容易。 有内味了啊！这种眩晕的感受，换成节奏，就像是尼古丁一样的上瘾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而且它可以不间断高潮，3.5秒破百之后，马上就可以再来一发。对于保时捷 PDK 来说，不要说一夜7次，我看1分钟7次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而对于我来说，997.2之后的保时捷，有1半的个性是 PDK 赋予。 992的身材呢，略微有一些发福，然后它的这个体重也有些增加，但是你只要开起来，踩下一脚油门，降下3个档，再划过2个弯啊，一切还是熟悉的配方。因为感觉呢，它和你昨天开过的991.2啊没有太多的区别。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呢，你低头一看，哇，这套内饰真的太精致了啊！其实它的最大功率呢，提升了30匹。 实话实说呢，这台车在调到 Sport Plus 之后呢，在市区开的时候是感觉有一点憋屈的，因为它的油门响应非常非常的敏感，一脚油下去呢，你的后脑勺亲吻头枕的同时呢，你就感觉有一点点上头了。但是这台车的声浪呢，因为加了双涡轮和颗粒捕捉器呢，它既没有自吸的那种高亢，也没有飞巴声场。 它的声浪有一点发闷，所以说听着这个声浪你就更上头。8速的 PDK 啊，依然不负盛名。其实多出来的那个档呢，不过是一个超速档而已。我理解为哦，是为了排放去做的一个调整。在苦动模式呢，你突然深踩一脚油啊，你发现这个 PDK 怎么还有一点迟滞呢？但调到 Sport Plus 之后啊，这个换挡的速度真的是毫不犹豫。 所谓毫秒级的这个换挡速度是什么概念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你心里刚想着我要进几档的时候 ，PDK 就已经在那儿。不过呢，自吸时代那一种，有点嗡啪嗡啪那种换挡的冲击感呢，在这台车上几乎是没有的。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呢，带来了极低的重心啊。 虽然911的发动机呢永远放在后桥之后，但这台车开起来并不会让你觉得前轴没有重量的感觉。你在疯狂加速的时候啊，也不会有那种车头轻轻上抬的感觉。所以前后的配重啊依然是非常的平衡，整个车身的动态也是非常的紧致，完全不会输给那些中置布局的跑车。不管是在哪种模式哦，它的底盘的路感反馈都极其的清晰，一条接缝，一个起伏。 甚至是碾过了一只昆虫的尸体，也都了然于心。而且我们这台车并没有选装 PDCC 系统，也就是主动侧倾控制系统。但是我觉得它的底盘已经感觉非常的贴地了，姿态也是非常的稳。那可能装了 PDCC 之后呢，能够实现更极致的赛道成绩，对吧？但在日常，这个底盘也完全可以应付你激烈驾驶。 转向啊，你其实很容易去感知得到，这是一个电子助力的转向。但是我觉得保时捷的调教已经非常的到位，整个轻重的非常的趁手，而且阻尼的变化也是非常的细腻。当然你在普通模式，比如说你在巡航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啊，它的这个转向在中心区域有一点点略微的虚位。那可能有人要说了，这个转向不够纯粹了，对吧？不够犀利了。当然我想说的是，调到 Sport Plus 之后，你把它的速度带起来，去找它的极限。 的时候，它的转向指向精度，包括车头的响应，我觉得没有一丝的问题。前面我也说过啊，我需要的是一台每天都能开的小跑车，对吧？那么它的日常舒适度呢，也显得非常的重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模式调到舒适模式。 它的油门响应呢，也不像刚才那么机械了，对吧？也不会一点就浪的感觉了。然后 PDK 的升档呢，也是悄无声息的。底盘呢，虽然入感依然清晰，但是滤震已经变得柔和了许多。而且保时捷这一代呢，也很贴心的给你准备了一个叫做湿地模式，对吧？是不是听起来安心多了？就在积水路滑的时候呢，去避免不必要的骚动。当然了，这个模式法拉利这些车早就有了，对吧？你可以简称为菜鸟。 保命模式。总而言之呢，保时捷卡雷拉这个车型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代步的车型。如果你要追求极致的赛道成绩呢，可能 GT3 会更刺激一点。而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一台早晨可以开出去买菜，晚上可以开出去撩菜的车。人说992变得电子味太浓了，尺寸太大了，乐趣不够的纯粹。那我想说，你可以去买 GT3 或者是718，这些车都是很适合下赛道的。那在我心目当中，保时捷911卡雷拉 S， 它就是一台富有驾驶乐趣的 GT 跑车，也是一台日常非常的实用也很舒服的 everyday car。我还是那一句话，这世界上就只有两种车，一种叫保时捷911，另一种叫其他车。感谢收看本期闲车，我是这该死的肥美的 L 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那么这一台992在日常开有没有缺点呢？我觉得也是有两个我不太满意的地方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右腿啊，膝盖这个地方抵住的地方太硬了啊，我日常开下来感觉这个小腿骨啊都挤得有点疼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啊，虽然比较闷，对吧？但是听多了跟拖拉机似的，也上头啊。如果我经常和Stan说话，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像一只高贵的宠物，它也要出去了。